看台白岩大圣云和李靖乃至回向这个善财童子，听见的普贤菩萨把这十种的大愿，他呀虽然已经明白，但是他恐怕我们这一切众生啊还没能了解这十种的大愿，所以呀善财童子也故意呀又请问怎么叫啊礼敬诸佛，怎么叫承赞如来，什么是广修供养，怎么样子忏悔业障，怎么样子随喜功德，怎么样情感法门，怎么样请佛住师，怎么样常随佛小，怎么样恒顺众生，什么是普皆回向。这个善财童子啊又请问普贤菩萨，所以才说善财白言，善财呀对着普贤菩萨又说了大圣，大圣啊就是大菩萨啊，也就是个大慈悲的修行的人，所以呀、他问大圣云了和李靖乃至回向怎么叫这个李靖诸佛呢，怎么又叫做普皆回向呢，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刹，一切佛刹，亦微尘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恒愿力故，身心幸愿入对目前，系以清净身于意间，畅修已经。那个普贤菩萨就告诉你这个善财童子，说了说善男子啊，你这个修行的一个好男好男人啊，你问什么叫礼敬诸佛吗，现在我告诉你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尽法界，尽呢就是穷尽，就是没有这个法界不会没有的，那么等这个法界没有了，虚空界，这虚空界啊也是不会没有的，那么
进法界就是啊，进虚空变法界，十方，十方就是东西南北，这是四方，再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又是四方，八方，八方再加上上下，这叫十方。这十方啊，三世，三世啊，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叫三世。一切佛刹，所有一切的佛的国度，即为尘数，即就是到极点了，微尘是最微细的，微尘的数量，诸佛世尊，所有这么多啊，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极微尘数，这么多的诸佛，哎呀，世尊，我以普贤恒愿力故，我呀，因为修这个普贤恒，普贤恒是大恒，它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这种恒。以普贤菩萨所修的这种修行的愿力的缘故，身心信解，我呀，要用这个真正的至诚恳切的心来信解一切诸佛，入对目前呢，那么敬礼佛的时候啊，心里要观想，那么是在佛前，佛也在俺们面前，所以呀、有这么一首偈颂，这是啊拜佛的应该知道的。这首偈颂呢，就是大悲忏声啊，那拜忏所应该观想的，就是说呀、能理所理性空寂，能理，俺们现在拜佛，这叫能理，俺们所拜的佛，这叫所理。那么不论是什么拜佛的和所拜的，这个本性呢，都是空寂。那么这是空寂啊，在这个虚空里头，有一种感应的力量，所以才说呀，感应道交难思议。这有这一种的感应道交啊，是不可思议的。你拜佛虽然是空的，你自己也是空的，但是啊，中间有一个感应道交，所以难思议。这种的情形呢，是想象不到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就是言语道断，你想说嘛也说不出来，心行处灭，你那心想啊生一个妄想，想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的，心行处灭。对，所以说呀，感应道交难思议，无此道场入地珠，说我这个道场啊，就好像啊那个地石啊前边有珠，这个珠怎么样呢，这个珠啊，所有一切的形象都在这个珠里头现出来，
咱们这个道场呢，也就像那个地势那个珠子似的。那么像那个珠怎么样啊？释迦如来影现中啊，这个释迦佛呀，释迦牟尼佛这个形体呀，就在这个珠光里头现出来。无身影现释迦前，我这个身体呀，也就啊现出来一个好像影子似的，在释迦牟尼佛的前边，头面接足鬼名里，我在那边，在释迦牟尼佛那个前边呢，来五体投地，一心呢来拜佛。咱呀，我们拜佛呀，都要存这种心来拜，这叫身心信境。入对目起目前，咱们拜佛呀，刚才没讲吗？即佛在我们的目前，俺们在佛的面前，佛也在俺们的面前，这互相啊啊显现。在中国儒教那个孔子就讲这个，他说祭入在，祭神入神在，而我祭祀这个什么，就像他在这似的，我祭祀这鬼神呢，这鬼神就在这啊。又说入在其上，就啊你祭你拜祭这个鬼神呢，这鬼神就在你上边。入在其左右，又好像啊在你的左右似的。这个入字啊，就是你这么想象啊，你想他好像在，入在其上，入在其左右。那么你祭你拜的佛也是这样的，入在其上，入在其左右。如果佛在你的前边，你当然是要恭恭敬敬的对佛来拜了，不会马马虎虎的。好像我们见着人，对人呢行一个礼，也是恭恭敬敬行一个礼。如果这个人不在这儿呢，啊，就马虎一点，不会那么恭敬。所以说入对目前，细以清净身于意业，细以细啊就是完全，以就是用，用这个清净的身于意业。你不能啊造这个十恶业然后来拜佛，你必须要清净你的身与意业。身有三恶，以前不讲过，是杀盗淫。你不能说去到外边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杀完了生啊，我这杀生有罪了，回来我拜拜佛呀，忏忏我这个罪吧。不杀生，你也不拜佛；杀完了生，你两个手上正都沾满了血腥，满手的血啊，回来拜佛来了，这就叫啊，深夜不清净。你也不能说是啊，到某一个地方去，看见人家有值钱的东西，你给偷回来了，啊，我偷回来这是犯戒喽。犯了盗戒了，我快在佛前拜拜佛来忏悔吧，啊，这也不叫啊，身与意业三业清净，这也不叫清净，啊，无论男女，你去做了很多不正当的事情，然后啊，哎呀，我做这么多坏事，我快去拜拜佛喽，啊，在佛前呢求忏悔，
这也是叫身女意也不清净来拜佛。你必须要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然后啊，拜佛才有感恩。啊，意有三恶，就贪嗔痴。常常讲这个贪心，咱们为什么这么忙忙碌碌？咱们为什么这么样子啊？去啊，一天到晚也不休息，就因为有这个贪心。这个贪心呢，把你支配的，总也没有闲着的时候。还有这个嗔心，你贪东西贪不来呀，不能随你的意了，你就生了烦恼了。你生了烦恼，为什么生烦恼？就因为你呀、啊、愚痴啊，心现出来，因为太愚痴了才生烦恼。你所有的这个人呢、啊、要是有聪明的，聪明有智慧的，遇到任何的事情他不会生烦恼，就因为愚痴啊，就生出烦恼了。这愚痴到什么境界上啊，愚痴到什么程度上、啊、这个愚痴的人呢、啊、最可笑最可怜。愚痴到啊，他也没有读书，小小中学大学也没有读过啊，他看人家得到个博士很光荣的，一般人呢啊都称呼他就打某某达特，某某博士称赞他啊，他也想要得个博士，根本就没有读书，谁可以给你一个博士呢？啊，不可以的。也没有学佛法，也没有听过经，他听说成佛是最高无上的，他就想成佛，这是不是愚痴呢？也没有本钱，你做他就想做生意赚钱，你根本没有本钱，怎么会可以做生意赚钱呢？又有一个最可笑的啊，他根本也没有买马票，就想要得到第一的那个奖品，这哪能那岂有此理，没不可得到的。又有一种愚痴的想法啊，他想这花呀，他最欢喜花，他这花呀要能永远都这么鲜艳这么美丽，哎呀多好啊，永远他也不谢，这是不是妄想？他愿意豪花长令朝朝艳，明月何妨夜夜圆啊，他想这个月亮啊是圆的时候最好，你何必又缺呢？你应该呀、啊、天天晚间都是有光辉的。都是这么圆的，这是最好的。大地那个好喝酒的人呢，就想了，哦，大地有泉皆化酒啊，嗯，他想啊，
所有的这个有水的地方都变成酒，他想喝的时候就随便可以去喝这个酒了。你看这是多好的，可是这个事情啊也是做不到的。那个贪财的人呢就想了，他说呀、所有的树啊树林都变成摇钱树，我想用钱呢到那个树上就去摘一点钱呢就可以用了，这是多好的，这也是办不到的，也是没有的。所以啊，那个好花常令招招宴呢，就是譬如回答他自己想啊，这个美彩呀是永远不会变的，这个酒啊到处都有，这个钱也倒是到处都有，那么这个明月何妨夜夜圆呢，这就属于气，这是九彩财气。怎么是气呢？这个明月它愿意月月夜夜都圆的，可是这个月不能月每天都圆的，它就会不满意了，不满意这就是一个气。所以这四句呢就是说的这个九彩财气啊。那么在这个愚痴的，要没有愚痴就不会有这个种种的烦恼发生，这是意的业。口，我们这口啊造了很多业障，有绮语，绮语啊就专想说呀、这一种不正当的话，男人欢喜讲女人如何如何，女人欢喜讲男人如何如何啊，讲的这个一点也没有用处，也没有道理啊，就是讲的这种邪僻的话。妄言就净打妄语，这个妄语也是有大妄语、小妄语，中等妄语、大妄语啊，你杀了人了，人家说你，问你是不是杀人了啊？我没杀人呢，这不是我，甚至偷盗、邪淫都是这样的。这打妄语，恶口啊，就是所说出这话呀，很凶恶的，人人听着也不愿意听，恶口两舌，关系呀，做两头舌，这种种的都是业障，这身语意业。如果有这个毛病呢，这都叫身与意业不清净。咱们现在呀、要身与意业三业清净来拜这个佛。常修礼敬，常就是常常的修这种的清净身与意业来礼敬佛。那么说方才说啊，我们杀生偷盗邪淫来拜佛，这是不清净。可是虽然不清净啊，你还晓得呀
改过自新来拜佛，这还呢比你不拜好得多。不过这不是身口意清净，谈不到身口意清净来拜佛。咱们现在啊，礼敬诸佛，要常常啊，身口意这三业清净，这三业清净，所以常修这种的礼敬。依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陈述时，在这个常修这种礼敬的时候啊，在一一佛所啊，没这个佛是有无量无边呢、啊、可是俺们这个礼拜呀、啊、俺们这个心呢、啊、也现出来无量无边的俺们自己这个身体，在每一个佛那个地方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陈述身，现呢，也都现，我们这个身呢，也现出来啊，不可说，不可说，就说不尽，说不尽的那么多，佛刹那么多的佛的国度。极微尘数身，也就像微尘数啊那么多的身，因为佛法有不可思议的境界，你只要这个心来呀、啊、发这么这么一个遍离法界的心，你也就啊这功德也就遍离法界那么多的功德。在那个善财童子去拜这个弥勒菩萨的时候，善财童子先拜文殊师利菩萨做师父，文殊师利菩萨就叫他向南边呢去拜有100多个是处啊，有53个善知识。这其中呢他就拜这个弥勒菩萨，当弥勒菩萨看见弥勒菩萨那个所住的地方啊，那个宝楼啊，七宝庄严的那个楼阁重重无尽的，这楼阁里头有楼阁，楼阁里头有楼阁，哇，这楼阁不知多少，每一个楼阁里边就有一位弥勒菩萨在那说法啊，他看见那么多，但是呀、啊、他看见他自己有多少弥勒菩萨，他也就现出有多少善财童子在那拜佛啊，这重重无尽无尽无尽这么多啊，看着数不过来那么多。所以啊，我们现在讲华严经，这是一个要修这种的法界观，这叫法界的观想的。你譬如你拜妙法莲华经，你应该呀、啊、想你在呀、啊、你这个身体虽然在这个佛教讲堂这儿拜这个法华经了，你观想你到我十方微尘数佛的前边呢，你都在那佛的前边来拜法华经，要发这种的无尽无尽的这种心，因为一切唯心造，你的心量周遍法界啊，现这么多身去拜这么多佛，也就这么多佛都可以接受你的礼拜啊。一身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陈述佛啊，在这个你这个一的身呢、啊、遍理普遍呢去理这个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佛刹啊，极为陈述佛，你把你自己的身啊，虽然你没有成佛，你现在你做这种观想，
你有这种观想啊，你有这种的做这种的观呢、啊，那个在每一位我的前面也就都会现出你的一个身，所以啊，便利一切诸佛。在我们这个暑假班呢，人虽然是不多，可是啊，有的人呢很有一点诚心，这个座谈也做得很不错的，修道啊，人多也好，人少更好，一个人也不少，那么万万人也不多。为什么呢？这修道是自己修自己的道，不是旁人替我来修道，也不是我替旁人来修道，所以说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生死自己了。在这个恶难呢，因为他以为佛是他的哥哥，他就不修道不修定力，结果呀，人家其他的恶罗汉大比丘都证果了，他呀凡是在这个出国那个地方停止。咱们现在这有的人呢，今天问这个手啊，他自己就就摇动起来，或者腿自己就摇动起来，这是什么道理？这是啊，在坐禅呢所应该有的一部分。那么有的人说啊，怎么会没有呢？没有，他是啊，或者功夫啊不够，或者已经过去这个境界了。这手脚动弹，他自己摇动，这个手摇动啊，不单手摇动，我以前呢也讲过，不过有新来的没有听过，我就讲若坐禅呢，有的时候这眼睛他自己就活动起来了，眼睛睁开要闭上，闭上就睁开，睁开闭上，闭上睁开啊，这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啊，你不是本来你不想他睁开，他一睁开，他这么闭在眨眼，是这样啊，很快很快的，这个手也会动弹，或者腿也会动弹。那么不明白修行的人呢，有的人就啊，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中魔了？是不是有魔王来了，叫我这个山上啊这么震呢、啊？回答说啊，这是不是有了病了啊，生了病了啊，回答是自己觉得自己啊有这种的情形啊，很可怕了啊，是不是回答会发癫狂啊，有很多这样的，这都不需要。这种动弹呢，就是气血的，因为你以前没有用过功，这个气血它不通顺，你现在一用功啊，这个气血它走的想要把你不通的地方都通，气血流通了，流通有的时候它过不去了，这个气和这个血到那地方它不走动了，它就这么一震呢，这是震你也不要数它，本来这是会震36下，会震36次，
你回的手站呢，回的腿站呢，回的什么哪地方都是36次，因为这个36啊，这是人身上啊有36个大关节，有36个大关节到每一个地方啊它都会震动一下，这也可以说是大地六变震动，大地六变震动的时候啊，你坐着就好像这个房子都摇动起来了，这个不要怕的，这是人这个气血的一种作用。虚空界尽，我理乃尽，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理尽，无有穷尽。入世乃至众生界经，众生业经，众生烦恼经，我理乃经，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理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培安。虚空界尽，我理乃尽。虚空咱们叫空呢，咱们又叫虚呢，虚者不实也，空者无有也。这个虚空界尽，这个虚空界什么时候是有呢？你也不知道。那么它有没有穷尽的时候呢？没有。所以这虚空啊，它也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终了，无始无终。什么时候是虚空开始呢？没有。什么时候是虚空没有了呢？也没有。那么虚空界尽，说这个虚空界没有了，我理乃尽呢、啊、我这个净理呀、啊、十方诸佛这种理净啊才没有。那么虚空界呀、啊、不能没有，所以我这个理境啊也是无有穷尽的，时时刻刻呀都是啊敬礼诸佛。所以说虚空界不可尽故，这虚空界呀、啊、没有穷尽，所以我这个理境啊也无穷尽、啊、无有穷尽。可见呢这个理是无穷无尽的，今未来际呀、啊、也是理境诸佛，入世乃至众生界尽，入世像这样的、啊、去敬礼诸佛呀 啊乃至于 啊众生界尽，这个众生啊都没有了，众生界尽了，众生业尽，众生啊这个业也没有了，也断了。众生烦恼尽，这个众生的烦恼也穷尽了，我理乃尽。如果众生界尽、烦恼界尽、众生业尽呢，都这三种都有穷尽，我这个理呀、啊、才有穷尽。
而众生界乃至烦恼啊，无有尽故。俺们这个众生界呀，没有完的时候，乃至于众生业也没有完的时候，众生烦恼也没有完的时候。因为众生烦恼是从无明生出来的，众生这个业就由从烦恼造成的啊。那么众生的这种众生啊，就由众生的业力所造成的。可是这个众生界和众生业、众生烦恼永远都不会断，永远都不会穷尽的。所以我这个离境诸佛这个愿力也是无有穷尽的。我此离境无有穷尽，无有尽，念念相续呀，无有间断呐。我这个礼敬诸佛呀，我这种呢诚恳的念，念念相续啊，前一念就接着后一念，后一念又接着后一念，这念念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接连不断。身与意业，我这个身体和这个口，这个语就是口，意念无有胚厌，我永远呢都不会生，也不会有胚倦的时候，那么心里也不会有这个厌倦的时候啊。我的身口意三业清净，来体现离境诸佛永远都是无有穷尽的。夫子善男子，言称赞汝来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都，所有极为一一尘中，皆有一切世间，极为尘数和一何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我常，我当悉以甚深圣洁心前之间，各以出过，各以出卖辩才，天与微妙舌根，以舌根除尽阴生海，以阴生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入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即我愿乃尽，我赞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
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培焉。福次是啊，再说的一遍，说善男子普贤菩萨说，你这个修无戒行十善，修菩萨密横的善男子，因为这善财童子啊，他虽然现童子身呢，实在他是一个大菩萨，所以啊，普贤菩萨是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说是啊，出称赞如来的这个愿的。什么叫称赞如来呢？我现在告诉您，所有进法界，法界是所有的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天法界、人法界、阿修罗法界、畜生法界、地狱法界、恶鬼法界，这十种合起来，这叫十法界。那个十法界呀，不出我们人的现前一念心，这一念心就具足十法界。这个十法界有具足啊无量诸法界，所以这个所谓法界呢，就是无量无量的这么多的法界。虚空界乃至于啊这个虚空的界，以及十方三世，十方啊三世，一切刹度，一切呀诸佛国度，所有极微，所有这个极微尘呢，一尘中，所有每一粒微尘里边，皆有一切世界。又有一切的世间，这一切世间呢，又有极微尘数佛，在这个世间里头又有极微尘数佛，依佛所，在每一个佛的地方，皆有菩萨海会，皆有啊，这无量无数无边这么多的大菩萨。在这个海会，海者呀，就是众多也，就表示啊，这菩萨太多了，就像那个大海呀一样。所以说，这海会啊，围绕，那么共同啊，在这围绕着，围绕谁呢？围绕这个佛。我当弃以甚深圣解现前之见，我呀。这普贤呢，菩萨他说我应该呀，以这个我所修而得到这个最深啊最胜的解，这种啊见解，这种的知见，现前知见，所现前呢这种呢的知和见。知就智慧，见就也就是见性，各以出过辩才，各以呀、这个超不出一切的人所有的这个辩才和这个天女微妙的舌根啊，这个天女啊，这个舌根最会谈讲话，
最会辨别，所以这个辨别就出过天女的微妙身份。这个天女这舌根是最善于辩论。那么普贤菩萨他出这种的辩才无碍，这种的辩才呀，比这个天女更超过去，所以这叫出过辩才天女微妙的舌根。这个辩呢，辩才有四无碍辩，就是词无碍辩，就是这个言辞啊没有障碍，善于辩论。有法无碍辩，讲起法来于一法而生无量法，于无量法而归纳为一法，法无碍辩。义无碍辩，这个义理也是在这一个义理讲出无量义，无量义又还为一义。乐说无碍辩，乐说就是对于说法时时刻刻都不疲倦，而乐说微妙舌根。这微妙舌根就是最会说了，最会讲话。他讲出话，旁人呢都相信，欢喜听。你这舌头舌根要不好的呢，你讲出话来也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欢喜听。出尽音声，嗨，这个在这个微妙的舌根呢又发出来无量无边没有穷尽这么微妙的音声海，这么多的音声，一音声啊，在每一种音声里边来赞叹呢如来，称赞如来，出一切言辞海。言辞海就是说的话说的很多，而还很好听的，称扬赞叹，在这个这么多音声言辞里边呢，通通都是称扬赞叹呢这个如来的一切如来，所有十方三世一切如来，诸功德海，赞叹佛有种种的功德，种种功德海，穷未来际呀，在穷尽未来际那个时候相续不断的，也是接接连连来赞叹如来呀，总也不断的，尽于法界无不周遍的，与这个所有这个法界呀没有不周遍的这种声音，所有法界性啊，这法界都是这种声音来赞叹如来，入世虚空界尽的，像这样的赞叹如来呀，乃至这个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我这个赞叹呢才会穷尽。如果众生界也不尽，虚空界也不尽，法界也不会穷尽，众生业也不会穷尽，众生烦恼也不会穷尽的，我这个赞叹的这种的声音也永远不会穷尽的。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没有穷尽，所以我的此赞叹呢无有穷尽，没有完了的时候，念念相续这个念念之间呢接接连连相续不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在这个身的方面
口的方面、意的方面，无有胚呀，啊，总来赞叹汝来呀，也不会有，也不，也不应该有胚厌的时候，啊，也不生胚厌的心。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微尘中，亦各有一切世界即微尘数佛，亦以佛祖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横愿力故，其身信解现前之间，系以上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则为花云漫云天阴耀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初香、烧香、末香、入室等云，一亮入须弥山王。福次，为什么说有福次？这福次啊，就是因为在前边那个题目上说啊，广修供养，礼敬诸佛承赞汝来，即广修供养，所以说福赐。那前边所谓那个，广修供养，善男子，普贤菩萨又叫一声啊，这个善男子，就是啊。善财童子言广修供养者，言就是说，咱们现在说一说啊，这个广修供养这个法门。什么叫广修供养呢？啊，你现在啊注意听着，我跟你讲，所有尽法界虚空界，所有就是包括一切，包括这个法界虚空界，尽法界，尽法界就是穷尽这个法界，就是周遍法界，也就是充满法界，虚空界也就是啊，周遍虚空界，充满虚空界，十方所有啊，讲的这个东西南北四方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是上下，这十方啊，凡是十方，这是啊，这地方。是处所，三世呢是诸佛，过去是诸佛，现在的是诸佛，未来是诸佛，这三世诸佛，一切佛刹，佛刹就是佛果，所有佛的果，即微尘中，在佛果里边呢，把这个每一粒微尘
再把他破成其犯，作为临虚臣，这极为沉重啊。在这极为沉重啊，每一粒微尘里边就有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里边就有一个佛在那儿转法轮啊。这样这叫小中现大，在这一粒微尘里头现出一个世界来，这叫小中现大。微尘虽小而能啊包容这个世界，世界虽大不出一类立微尘，这叫小中现大啊。又大中现小啊，大中现小，在这个于一尘中现宝王刹，作微尘里转大法轮啊，在这一个毫毛的梢上啊现出来一个佛果，在那个微尘里边也可以现出佛果。所以啊，对啊，小中现大，大不爱小，大中现小，小也不爱大，小大互拥，圆拥外，小也就是大，大也就是小啊。这种境界啊就是重重无尽的境界，就是啊光光相照，互相回应，这种境界。一歌有一切事干，在每一粒微尘里头又有很多很多的这无量的事干啊。你说这佛法你怎么可以明白呢？在一粒微尘里头现出无量无边这么多的事干，在这个每一个事干里头又有啊极微尘数那么多的佛，每一个佛所，在一佛所，每一个佛所又有种种的菩萨海会围绕啊，种种的不同的，有的就是说金刚经法会，有的说法华经，就是法华会上的菩萨围绕，说般若经，就般若会上的菩萨围绕，说恶寒经，就恶寒会上的菩萨围绕，说方等经，就方等会上的菩萨围绕，说花严经，就花严会上的菩萨围绕，说楞严经，就楞严会上的菩萨围绕。所以啊，这种种菩萨海会围绕啊，我以普贤恒愿力故啊，我啊以这个普遍修行这种的愿力呀 的缘故啊，其深信解，我生出一种深信明了的信。你佛啊，佛法好像大海似的，你有信心才可以到这海里边，你没有信心呢就到不能到这海里边。所以说佛法大海，唯信可入，现前之见，俺们现前的一念的之见，这一念的智慧，悉以上妙诸供养具，那么完全呢用这个最上的啊，没有再比这个最再个好的了。这个妙诸供养具，这一切一切的供养，而为供养而来供养啊，这个诸佛菩萨，所谓所说的上妙供养是什么呢？就有这无量无边这么多的花，好像云似的。又有这个曼云，
鳗鱼就是啊，用这个一种啊花呀，或者一种绸缎呢做的，这个也是很庄严的，是一种花幔，香花幔呢，就这个闯幡之类的。天阴耀云，又有啊，这个在天上做这种阴耀的云，做阴耀这也是一种供养啊。所以玉帝那地方就有个千塔阁，给他做药，又有那个紧罗罗给他做药啊。这个药啊也是一种供养，所以啊用这个阴药来供养佛。阴药云，天伞盖云，伞盖这言起啊，你烧上这个香，这香上啊到虚空里头应解成一个香云盖，在虚空里头啊就好像一把伞似的，这个营照众生。这是天伞盖。天伞盖呢在楞严咒里头有那个大白伞盖。大白伞盖啊，你一诵这个咒的时候，这虚空啊里头就有一个大白伞盖。这大白伞盖在空中啊怎么照着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没有灾害，没有灾难，也不会有地震了，也不会有天灾了，什么灾难都会没有的。所以啊，这个天伞盖云呢就是用你这个所烧的香啊在空中应解成啊这么一个好像一把伞似的一个盖。天衣服云，这个天人的衣服，天人的衣服啊最轻巧，好像咱们现在啊做这个尼龙啊，这尼龙的衣服啊也可以说是天衣，非常的轻啊，但是你穿着又很美丽的，这都可以说是天衣服云啊。天种种香，这个在天上啊有这种种香，女人呢念大悲咒就是念的诚心了，就会有这种香气。这种香气不是说在我们这个人间所烧这个檀香啊又是种种的香，在人间没有闻到这种香气它会现出来的。你但是要诚心，你要不诚心它就没有的。这种呢因为你念这个咒啊，这一切鬼神呢他用这种香啊来供养你，所以啊你就觉得有这种香气。涂香，涂香啊就是往这个身上擦的这种香，说是不是这个香水呀，这种香水呀不是说往人身上擦的，是啊放到佛前供佛的，也有一种涂香。烧香就是啊烧的这种香，墨香就是香墨香粉，入室等云，好像啊上面说这种种的这个香花云，一亮入须弥山王，有多少呢？我供养呢？多少来供养呢？哦，这个数量啊，就有须弥山那么大。有须弥山那么多，你说这供养啊是大，是不是一个大供养？